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熊大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奇趣蛋分享哦。先拆一颗小奇趣蛋。上面有可爱的小动物。它的名字叫萌萌的猫小喵。送趣味玩具，是一颗童趣蛋。里面有巧克力、小玩具。打开小猫咪奇趣蛋看看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好玩的呢。这一半是吃的，巧克力饼干。玩具，里面有勺子，是巧克力饼干的勺子。还有一架飞机，哇，好漂亮的飞机哦。再拆一颗紫色的，可爱的黄小狗。看狗狗蛋里会有什么好玩的呢？里面有好多新奇小玩具哦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是一颗糖果。哦，这是一个口哨，吹一吹。哇，特别响，造型也很可爱呢。好玩又实用，里面有好多新奇好玩的不一样的玩具。看看这一颗红色的，上面有呆呆的棕小熊。里面有多种玩具哦。啊，又是一架飞机，是一架绿色的飞机了。两架飞机的颜色不一样。好，再拆一颗大分享蛋。上面有阿奇、毛毛、小丽，里面有精美礼品哦。这边还有兰德队长，还有汪汪队的六只狗狗成员：灰灰、毛毛、阿奇、小丽、天天、路马。好大的一颗分享蛋呀！里面有什锦口味的糖果，打开看一看。哇，有好多糖果，毛毛可乐味跳跳糖，天天草莓味跳跳糖，葡萄味的，柠檬味的。哇，有好多口味的跳跳糖，都是水果口味的哦。跳跳糖好吃又好玩，吃在嘴里会发出声音哦。跳跳糖会跳舞哦，还有学习用品尺子，上面有狗狗。真漂亮的尺子。两张狗狗卡片，阿奇变成了小丽，阿奇变成了小丽，小丽变成阿奇，阿奇小丽，
阿奇、小丽、阿奇，好神奇的卡片，还有毛毛卡片，好多口味的棒棒糖，香橙味的，草莓味、菠萝味、可乐味、苹果味的、草莓味的，还有灰灰印章。玩一玩印章，一、二，好了，我们印了两只狗狗，印出来的是蓝色的灰灰。好，小朋友们，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喽。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